它的控制有一个特性哈，就是，我们刚有讲嘛哈，导演最大，在 Squish 里面哈，导演是最大的。那导演叫金城武蹲下，他就得蹲下；没有叫他站起来，他就不能站起来，对不对？那所以，你如果开了灯，没有关灯，那个灯就会永远亮着，好，一直亮到台电没电，这样了解哈？好，所以你说，老师，我刚刚点亮那个十号了，为什么九号不关？没有关，因为你没有叫他关嘛，对不对？叫金城武出去买面包，然后你没有叫刘德华去买，他就不会去买啊。啊你叫他出去，没有叫他回来，他也不会回来啊。哦、A 跟 B 是不一样的、哦、都可以分开控制。好、哦，所以即使你把程式关掉，按停止，它本来灯亮的还是会亮着。这样了解哈、哦？说明一下，不好意思，忘了讲，因为它新版啊，切换一下画面哈、哦。好，你们刚刚那个 Squish 积木里面，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哦，请你用这种方式来控制 RGB 灯。那你说好，老师，那个下面不是有一个 RGB LED 吗？各位，这个是。给另外板子用的，好，它这边很多模组，对不对？这些模组是给另外一块板子用的，好，不是给这一块板子用的，这样各位了解哈。所以它那个脚位设定不一样。好，他们有变卖另外的模组，为什么没看到 RGB 而已？好，反正这下面有一堆东西啦哈，我们先都不用下面的，好，先都不用下面的。再往下走，再走下面，在这上面。啊，这边。啊，眼睛很老花。好，各位看一下这边啊、哦，这个不是用这一种的控制模式哦，它这个是里面它有装了一个WS2812 吧，还是什么晶片？然后，所以它只有用一只脚，这个是脚位。哦，不是，不好讲错了。这前面这是脚位啊，你用这个积木也可以控制。哦，但是这个是 PWM， 等一下我会讲。那你要把脚位填在这上面，所以红色应该是这一个，这个是九号九，然后绿是十号，这脚位要填十，然后蓝是十一号，九十十一嘛。这十一号，然后这个 PWM 它是那个功率的调整，如果你要用这个做，这数字是零到255，255就是全亮，零就是全暗，好啊，这数字可以调整，好，如果你要用这一个了哈，啊，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灯条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方式，它是只有一只脚，啊，所以我们还是先用这种方式，好，先用这种方式。就是补充一下啊，因为他后面会有老师会跟他要求做很多新的模组的积木，那他会慢慢加进去。那有时候用的场合不一样，好，那、啊、我们现在都，我们这两天尽量都用最基础的东西来讲。那基础的东西会了，你才会以后会应用。那特殊的模组都必须是他有提供特殊的积木，才有办法控制。那我们通用的模组哈、哦，大概就是用这些就可以搞定。
那你们教室前面这个 LED 矩阵看板，我们这里面有一块，它就是用那一小块去把它拼起来。好，那 Switch 里面，Transformer 里面它可以做到四块拼在一起，就是那个小块的四块矩阵 LED 拼在一起，啊，这大块的。我明天应该有机会可以讲得到。好，所以三个灯都能控制，对不对？那我考，请问各位一下，三个灯可以发出几种颜色？包含没有开。三个灯 ，RGB 三个灯，它可以几种变化？用数位的方式控制几种变化，包含那个不开的八种，对不对？你看红灯开跟不开，绿灯开跟不开，蓝灯开跟不开，二乘二乘二是不是八种？没错吧？所以光是用数位的方式，你三个灯就可以组合出八种不同变化的颜色，这样对吧？好，好，那你说这不是全彩的吗？怎么只有八种？因为控制的方式不一样，等一下我会讲那个 PWM 输出的控制方式，好，那时候就可以全彩。好，好，所以这个是数位输出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就只最简单只有开跟关，还有你要哪一个开跟关，就这两件事。好，再来输出的部分，刚刚讲还有一个叫做 PWM， 好，切换画面了。那个我就9011我就不示范了哈，因为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脚位要改而已哈。好，再来我们讲一下PWM 哈。那刚讲输出除了 on 跟 off 之外，我们可以控制功率。打你的时候我可以用12分的力气，我也可以用3分的力气，对不对？我很喜欢你，我就拍一下，用1分的力气。塞那一起的，对不对？那所以它也是一样哦，那它这个脚位一样是用这个启用数位脚位，但是这里呢，就请你选 PWM， 它的名词叫做脉波频宽调变，各位不要记这个名词，也不要在小学讲出这个名词 ，OK？ 拜托哈，千万，你就说它可以做功率变化就好了哈。好，那看你要用哪一个灯来做。看你要用哪一个灯来做，然后我还是用13来做好了。好，那当你启用它是属于这一种 PWM 的功能的时候，那它这一只脚位就可以控制功率。那所以呢，我们就找那个模拟类比输出 PWM 这个积木。好，然后呢，这里呢就用同一只脚位。可是你发现没有13，对不对？我们刚刚讲PWM 有6只，3、5、6、9、10、11，对不对？所以13没有啦。好，那你就要3、5、6、9、10、11其中一个。那我们刚刚9、10、11、11有嘛？11是那个 RGB 里面的RGB 蓝灯，对不对？好，那你就用其中一个，好，其中一个来做控制。好，那所以这里就是11。好，那这个数字的量，刚刚讲哦，它的 PWM 因为它是用8位元的晶片，所以2的8次方有256种变化。那它电脑的零，电脑的第一个都是从零开始算，所以是0到255。好，所以你这里的数字可以给0到255，那零就相当于数位的关灯，255就相当于数位的开灯。好，那所以这中间的数字。可以自己调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现在 RGB 都没有开哈，好，那如果我今天只有给它5，好，来点一下，你们看一点点，一点点亮，好，给它50，好，亮更多，255。全亮，试一下，那个你亮很亮的时候，眼睛不要直直盯着它看哦。
不舒服哈、哦。这时候我们会建议你哈、哦，拿个什么纸啊放在上面啊、哦，或者是卫生纸、纸张，或是拿什么东西挡一下啊、哦，因为直接看 LED 眼睛会不舒服，太亮了。那你刚刚那个9跟10啊，如果你没有关灯，那个灯还是会亮着哦，那就会混到颜色哦，所以其他的先把它关掉，好，先把它关掉，再来测单一颗。我们通常去外面买模组回来，我们都会先个别先测试，先测试再使用，这样你就会知道它到底怎么用。哦，你要知道它的最大的能耐到哪里，然后什么情况会怎么样，然后你再去使用它。哦，这是我们玩脑就用的一些简单的步骤。啊，你会教小朋友这样的，先买来先测，先了解，测试，测试完再用，他会这样的步骤。以后你去外面买新的模组回来，他自己就会用，你就不用每一个都教他。PWM 哈、哦，你要先设定为 PWM， 然后呢才指定它要多亮，然后它只有六只脚可以用，3、5、6、9、10、11，啊，只有这六只可以用，所以你指定其他的没有用。然后因为这块板子上面的灯只有9、10、11这三颗灯可以有连在上面，所以你就只能控制9、10、11三个其中一个，这样了解哦。好，这里有没有问题？都可以按照。啊？255。因为它是用八位元的晶片，所以它的范围就是0到255。而且是整数哦，你不能用小数哦。0到255，它是数位的，好，所以不能用小数，你不能用什么50.2，不行，不接受，不理你，啊，整数。这个整数蛮重要的哦，因为你们以后啊，如果把它拿来做应用的时候。你有时候会遇到真实情况的，需要用一点计算，然后把它算出它的亮度，然后有人就直接把计算的值直接丢进里面去点灯，哎，他怎么不听我指挥？因为他算出来的有小数点，小数点他就不理你，所以你最后还要记得把小数点去掉，再放进去。好，没问题的话。来考各位，这时候要写一点程式了。我们现在发现上这种创课哦，老师越来越轻松，不用一直讲，不用一直讲哦。好，来考题来了，我们要让这个灯慢慢慢慢变亮，再慢慢慢慢变暗。OK， 请开始。这个就是所谓的呼吸灯啊，就跟呼吸一样，变暗变亮，变暗变亮的，然后一直重复。啊，多快多慢，你可以自己决定。这里面有三个，但是因为它没有关。
你另外两个没有关，你都改成。所以他会遗留在那边。对，我刚刚就讲过了。你叫金城武出去，去蹲在那边，你没有叫他回来，他永远不会回来，知道吗？好，导演最大，张艺谋比演员大。啊，在规学世界里面，你就是主角，你就是导演。你讲 A， 他就只能做 A； 你没有讲 B， 他不能做 B。所以你没有叫他关灯，他就不会关。所以刚刚如果你有开到10、11号灯，你又没有关他的话，他永远都开在那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前面那个 initial 的阶段，我也先把它全部关灯。前面执行到哪里？对啊。好，所以就是我们在玩这个哈，一边就会慢慢带入那个写程式的观念。那刚刚老师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其他两个灯没有关，所以我们程式里面通常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你开电脑，他会先做一些自我测试，对不对？所以我们程式一开始其实哈，如果他写的比较认真的，他会把所有的装置先点亮、关掉、点亮、关掉、点亮、关掉啊，全部轮一遍，哎，都没有问题，全部关掉，后面才开始写你的程式。这样就不会说你现在按执行，哇，上一次执行的某个灯都还没有关，你还在亮，啊，就不会干扰，不会跟之前的干扰。好，呼吸灯有吗？做出来了吗？它可以用变速，也可以不用变速哈。那如果你教那个第一次中年级的话，你就尽量不用变速的方式，用递减或递增，然后算次数就好。啊，如果你是已经教到高年级了，你可以加一点变速的概念去做加减。好，所以其实你程式怎么写，还要看你学生的程度哎。好，有没有老师做好了？做好请举手，请放下。好，可以吗？老师，加油。啊，有的学生哈，因为我们没有规定他要几阶嘛，对不对？有的学生他会这样写，PW 他先0，然后5、10、15、20、30、40，这样一直接上去 ，OK 啊，没有不行啊，刚开始嘛哈。他只是说后面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跟他讲有更快的方式，这时候才把那个回圈的概念导进去。好，可以吗？那我们就直接来咯，因为两天时间而已，时光不等人。好，切换一下哈。好，那我就直接过来了哈。那刚刚讲哈，就是先提一下刚刚那个地方哈，就是通常我们在做这样的程式，如果你要控制这三个灯，你又怕它被之前的程式干扰哈。那我们就会先把三个灯都设定好，设定好之后呢，我会先把三个灯全部都关掉，以免它被之前的灯亮灭的情况给干扰到。那所以这个叫初始化嘛，好，初始化。那你要不要做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有这个概念哈，啊，后面才开始写你的东西，好。那我现在只要用9号灯嘛，那我就马
拿九号灯来做。好，那这边可以从0到255，所以我如果要慢慢的让它变亮，我一定是这个数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至于你要用几个阶层，你自己去决定。那小朋友一开始可能会这样子叠，也没有不好。哦，反正都是慢慢进步的嘛，哈，这样慢慢叠叠叠到250这样哈，也可以，没有说不行的哈。好，那可是呢，当它稍微有点概念之后呢，你就可以用控制这里面的重复。好，那重复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数字慢慢变大或变小。然后你也可以用变数，好，我们就因为在座的各位老师嘛，所以我就直接弄一个变数。好，建立一个变数。那一开始呢，我就把变数设为零。那我点灯的时候，我就点这个变数。好，所以第一次会点零。然后我点完零之后，我就加一。好，加一。加完一之后，下一次再来点灯，再加一，再点灯，再加一，这样。然后我可以到重复的次数啊，我就可以设定为比如说255。好，那这样是慢慢变亮的过程啊。然后慢慢变亮，变到最亮的时候，最后一次它加255的时候，它有没有点灯？没点到，没关系，对不对？反正电脑也不理你嘛，你超过200。你就点到254，啊，254的亮度跟255的亮度，我就不相信你眼睛可以分得出来。事实上是如此的，因为 LED 实在太亮。好，那你要返回来，要慢慢变暗的时候，就要把数字捡回来，所以两个颠倒一下会比较好。好，不然等一下要捡到负一去了。好，那这样就是慢慢变暗。那这样的过程，这变亮变暗的过程，那这只有一次。所以我如果要一直重复的话，就是这样把它弄起来。好，那这个数字，因为我们设了变数，所以它这边可以看得到那个数字，数字的变化，所以你就可以一边看数字的变化，一边看那个亮度。好，那我就画面大一点。好，来看一下。好，从零开始点，所以它慢慢变。慢慢变亮，慢慢变亮，所以你看，其实到100多之后，100多到200多，其实眼睛看不太出来了。啊，对对，讲刚，你们都没有发现有写错，这里要减的哈，好，慢慢减下去哈，慢慢减回去，刚刚没减到，所以它就没有变暗，好，再来。最亮，好，慢慢又变暗，好，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好，好，然后再越来越亮，好，这就是呼吸灯嘛，哈。那如果要改变速度呢？怎么办？就一次加多一点，减多一点，然后这个次数就少一点，这两个乘起来不能超过255，这样了解哈。比如说我加8倍哈，那8×32不会超过255吧？好，这样32次，那我就加快了8倍，一次减八的亮度。好，只要不超过0到250的250的范围都可以。好，它亮暗的程度就会比较快。好，来各位试一下哈。所以我们讲那个，在座是有上资讯课或科技课的，请举手。啊，请放下。啊，所以你看那个写程式的确就可以很快的把那个资科里面要求的运算思维给交进去了。好，循序的概念啊，那个
所以他因为条件判断啊，然后重复的一些回圈的概念等等，这些都可以解决资科要教的那些很拗口的名词。那这个部分可以吧？那如果老师先做完的哈，你可以考虑一下要怎么处理那个配色的问题。刚刚讲它是一个 RGB 的 LED 灯嘛，那它应该理论上可以配出全彩的颜色。好，那所以要怎么配色？我们刚刚每一个灯壳的那个功率的调整可以是256种，好，256种，那所以三个灯就是256×256×256，所以就等于1677万色，这个就是全彩。所以你只要决定每一个灯的不同亮度，就可以控制出全彩的颜色。但问题是配色怎么配？配色怎么配？凡事问 Google 嘛，对不对？来，请各位 Google 一下 RGB 配色表。好，可以吗？有找到配色表了吗？好，刚刚那个呼吸灯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咯、哦、好，切换一下画面。好，那如果你 Google 一下 RGB 的配色表，你就可以看到呢，应该就是第一个啦、哦、第一个点进去呢，就这么刚好，它就刚好有一栏，它有一栏刚好那个数字是在255以内的，有看到吗、哦、那所以呢，如果你要配 Snow White、哦、那就是 R 要255，G 要250，B 要250，这样各位了解哈、哦。但是配出来会不会颜色这么准？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个小毁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 RGB 三个颜色的 LED， 它的那个亮度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它要调很准的话，它必须要去配不同的电阻。哦、就是 R 那个颜色要配不同的电阻， G 要配不同的电阻，因为三个人点亮的颜色都不一样，有的 1.8 伏，有的 2.1 伏等等。那所以你觉得 这便宜的模组它会帮你做到那么精细吗？不会啦、哦、哎，不会。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用的就是看看有像就好了，这样各位了解、哦、远远的看有点像就好、哦、所以不会配到这么准，不可能、哦啊、这是给各位参考的。那所以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啊，你比如说你想配个这种淡蓝色的，你就把这三个数字丢进去看看可不可以，好、哦、好，好给各位。那个刚刚那个点呼吸灯哈、哦，最后要点的是变速哦，你不要点固定的数字啊、哦，点固定的数字它就不会动，要点那个变速，因为变速有在增加减少，所以它每次在点灯的时候就会根据那个变速的大小去点。好，配色的部分就给各位自己尝试一下哈。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运用的部分。好，各位玩 Switch 的话 ，Switch 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写游戏啊、动画啊这些东西啊、哦，电子书。那所以我们这些真实的输出的东西，当然要跟它配合才会好玩啊，对不对？好、哦，跟它配合才会好玩哈、哦。好，那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应用，请你在 Switch 上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啊、哦，有一个比如说小蟑螂啊，小什么东西，一颗球好了，到处跑来跑去。那如果你的小猫去碰到它，你的红灯就闪三下，这样可以吗？
啊，这样就是把你的动画或者电子书或者你的程式真实情境跟你的 LED 的操控就可以连接在一起。这应该很简单哦，试试看啊，就算你那个小球不会动也没关系啊，不动也没关系。如果你 Switch 不熟的话，我们现在就做两个人物，然后你的小猫移过去碰到另外一个人物的时候，红灯就闪三下，啊，你也可以再加点声音，哎呦好痛这样。啊，这个就是在虚拟的情境跟真实的情境的互相连结。啊，所以他以后知道说，他在写 Switch 游戏或者做电子书的时候，我是可以互相跟硬体做联动，啊，跟硬体做联动，啊，当我书翻到哪一页的时候，我电脑的多媒体可以跳出简介，做动画的介绍。所以通常我们会软体归软体，硬体归硬体，先写一下硬体测试，闪三下，哎，没问题，我再去写软体，啊，什么情况去触发这个硬体？这时候应该，有人会用到广播哈，也不错，啊，小朋友一开始可能不会用广播。那我们就直接执行也没关系。那广播有点像复程式的概念啊，就是小朋友一开始你可以先不要介绍，先直接在程式里面去闪三下啊。啊，等到闪三下玩一玩之后，欸，他一定会发现说，欸，老师，那我在闪的时候，他好像就不会再感应了哦。没错啊。那，啊，这时候你再介绍那个复程式的概念啊，介绍广播的概念，让它可以就是有那种复程式的概念，这个也是运算思维里面的那个系统拆解啊，给小包商去做啊，不要什么事都自己包啊，所以工作很多的时候要找小帮手。
有碰到才闪三下哦，哈、哦。还没碰到，不要一直闪哦。啊，侦测，在侦测有没有碰到的时候，要记得哈、哦，侦测通常要伴随着重复侦测哈。哎，对，是，对，五六点吧。对，谢谢。好，有做好的吗？好，一位。好，没关系，我们很快来做一下示范哈、哦。我知道各位没用过 Scratch， 第一次有点辛苦，不过还好那个积木很容易了解哈、啊。好，切换一下画面哈，3、2、1。好，那我一样就用 PWM 哈，就不改了哈。那等一下我用9号灯哈，那所以我等一下就是直接用9号灯。那要闪三下呢？啊，我就直接开到最亮，然后你用数位的也可以的哈。啊，反正你的定义跟使用要同一类型的。好，那闪三下就是重复三次。那我要闪快一点，间隔时间就短一点。那不用小于0.1秒了哈，因为 Scratch 的积木的执行速度其实。哎，小于0.1秒好像也没办法了。好、哦，它每一条积木的那个执行的速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好、哦，好，这个叫重复三次哈、哦。好，先把它放旁边。好，那我要侦测小猫要去碰到它嘛，那所以小猫要去做一个那个侦测的程式啊。所以如果怎么样啊、哦，那找那个碰到这个大头机器人，碰到卡德罗巴，啊，如果碰到卡德罗巴，那我就重复闪三次，就这样子。啊，可是这一件事情呢，它只有做一次，对不对？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侦测，记得重复先次包在外面。好，设定只要一次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应该是。好，小猫移过去。我执行了哈。阿长秒闪。好，等一下我检查一下，哎呀，漏气了，真是。是啊，对，我要那个，等一下，我知道了。好，刚漏讲一个东西。好，切换一下画面哈，不好意思啊。刚刚我没有设定小猫了，我是用滑鼠把它拉过去，这样不算了哈，这样作弊哈。好，你先设定一下，加一个小猫的动作，小猫要重复的定位到滑鼠的位置。好，这样就是说小猫会黏在你的滑鼠上的意思。好，所以当我按绿旗的时候，你看我滑鼠到哪里，小猫就是到哪里。好，这个就不是我拉滑鼠。拉那个拖曳滑鼠哈，
好，所以在这种直行的状况下，我去碰它，有没有就闪了？啊，碰一下啊，碰到就闪三次，碰到就闪三次。OK， 这个就是那个你的 Switch 的程式在虚拟的电脑的主机里面，然后去碰到之后，它会产生跟硬体的真实世界的硬体做连结哈。好，这个部分各位就试一下哈。好，这虚拟跟真实的连结哈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他知道这样子可以互动，好，虚拟跟真实之间可以做互动，他将来做的东西就是真的可以动的。好，那这种东西其实对特教班非常有用哈。那个听力有问题的，我们通常会加强视觉的处理啊。那视觉有问题的，我们就会加强那个声音的处理。好，那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做一个99乘法的程式，那你在答题的时候答对答错啊，通常会有多媒体，然后会有灯光啊。所以如果他是耳朵不好的，那你就得要切灯光给他看。或者像那个特教班，他听不到钟声，所以他的下课可能就是教室前面亮一个绿灯，好，类似之类的。我们早上讲输出哈，下午再来讲输入，然后再把它混合，混合就很好玩了哈。这个部分 OK 的举手，这应该很简单，还没，好，三位，好，加油。要重复，不然一次执行完。对，接上去吗？好啊，这个有什么应用啊？就是我们刚只是开灯而已嘛，哈，啊，没有人叫你一定要接 LED 啊，对不对？如果你接别的东西呢，比如说你教室做一个电椅，
组上，那个城市。哎，各位，那个城市有没有在执行？你看城市旁边有没有亮黄边？哦，有亮黄边，城市才有在动。啊，有时候是你没有按到执行，没有，那导演没有喊 action 哈，演员不会动哦。所以、哦、各位都是大导演、哦、你喊 action 点一起，所有的演员一起动作。你没有喊 action、哦、他们不会动、哦、或者有的有动，有的没动。这边都 OK 吗？可以了、哦、好，那早上我们把那个数位输出跟类比输出呢，大概都介绍过了哈、哦。那一些应用的方式也介绍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作品。啊，这个是从100年，所以我讲我就是因为这个影片出道的，因为这个东西太好玩了。然后其实看完这个影片有点感触哈、哦，它的原理很简单，啊，听说很简单可以做出来。那你知道我是很会唱歌的人，可是我没有办法背那个音阶，那个什么线上哆咪嗦那个我不会，所以我每次看谱都要一个一个从下面开始算。所以我国小的时候上音乐课很痛苦、哦、可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们学校有做这样一个大楼梯，那个小朋友一定是下课就跑去那边跳来跳去，毕、哦、业绝对会弹钢琴，对不对、哦、六年嘛，下课都跑去玩了还不会弹钢琴，那才有鬼，对、哦、那所以其实有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情境、哦、学习是会出现的、哦、好，那很神奇的就是这两个东西出现了，还可以 match 在一起，所以那个所有的创作啊、发明啊，从以前需要很专业，要大学、大专以后，现在国小就能做。好，好，那像这个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带进校园的凶器，这倚天剑跟屠龙刀，这两个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厚纸板，切成刀的形状，然后外面包那个铝箔纸。那我们国小四年级自然课就教过什么东西会导电，什么不会导电，对吧？但是我想你活到这一辈子，你可能没有利用过。好、哦，那他们把铝箔纸包在外面之后，电线就拉到 Arduino 上面，两个刀跟剑互相碰触的时候就短路，啊、哦，就形成通路了哈。Arduino 就知道它形成通路，所以就发出一些刀剑相砍的声音，啊、哦，这个就玩疯了。哦、那个第一次台湾第一次的 Maker Faire 全国的展览就被砍坏三组，人太多。好，那这种东西自动控制嘛，以前都是那种大专啊、大学的专题，有没有做完就可以毕业，对不对？现在小学三年级一堂课两个小时就可以毕业了，好，就会做了。所以它就是感测器输入，哎，发现前面有人，那我就透过继电器去启动电扇的开关。啊、哦，就这样子啊，这个是灯，灯不够亮就开灯，啊，够亮就关灯啊、哦。现在多快，你会 Arduino 会 Scratch， 马上不用半天就做出来，含接线哦，含接线不用半天就做出来。啊，这水果哈、哦，把它插在水果上面，因为它人体像大电容，它上面会有弱电讯号、哦，那所以当我们去摸这个水果的时候。水果上面其实有一些微弱电流流过去，那你把线一样接到 Arduino 上面， Arduino 会感受到那个电压的流动，所以数字会跳，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今天摸的是哪一颗。那我们就是把那个录音哈、哦、录成说，比如说苹果就是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啊，或者是说我想跟小朋友讲，如果你家开水果店卖水果的，
那个整条都水果街，大家都卖水果，为什么呢？我要买你的苹果。很简单，你就摆一套这个上去，客人摸到你的苹果就说：“我一斤20块，我会讲话，我有智慧，吃了我考试第一名。”我跟你讲，整条街的水果店都关了，只剩你们那一家，然后处理底背，对吧？好，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东西，那你可以拿来做很多的那种教具，好，很多的教具。然后甚至你可以把它设定不同的音阶，像这个 Makey Makey， 刚刚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们来看影片，它就是摸每一根香蕉会不同的音阶，所以人家是弹钢琴是拿一台钢琴，你弹钢琴是拿七条香蕉，好，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哇，现在毕业晚会演出还在唱唱跳跳，不是很落伍吗？夏天到了你就搬七个大西瓜嘛，就摸西瓜。就可以弹一首歌啦、啊，对不对？好，那七个音阶不够，旁边再放个大冬瓜，就是可以那个叫什么升 key 跟降 key 嘛，就可以做设定啦、啊，哈，很好玩。然后因为刚刚那个铝箔纸既然可以导电，那我们就用瓦楞板把铝箔纸包在中间，两片包在中间，再加一点那个会弹的那种海绵。那所以你脚踩下去的时候，铝箔纸是互相接触的。那你脚离开的时候，铝箔纸就弹开，啊，就是变成大型的感测器开关，啊，放在这下面就可以做游戏、做教具等等，哈、啊。好，那这个是这有两个作品啊，一个是它是挖洞把那个光敏电阻放进去，那光敏电阻是侦测光线输入的嘛，所以如果你手把那个洞遮住，它就侦测不到光线，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开关。好，然后他就利用这个原理，但是因为他做成这样，其实后面要连接电路，对不对？但是我们国小很怕教焊接，你国小你应该不会想教焊接，对不对？万一哪一天给你烫到手，嘿，马上就家长告你，怎么办？所以就是想到一件事哈，弹珠台，你们应该有时候小朋友会发那个寒暑假作业，发一些那个美劳材料包。里面有那个弹珠台，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我们不是要在那个洞旁边钉铁钉吗？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洞旁边钉，在后面了哈，洞的旁边就钉了铁钉。那所以你的电子零件放进去的时候，那个两只脚不是跑出来吗？就把它绕在那个铁钉上，然后你所需要的电路的电线就一样用铁钉绕在上面，这样电路就完成了，完全不用焊接。好，这那一。那一年得到第一名，因为这一个概念，哦，取代那个焊接的概念。然后这个是后来哈、哦，国中，因为国中有我们现在讲那个 STEM 啊 ，STEM 啊哈，以前 STEM 没有 A， 没有艺术，所以我们做的东西都很丑，对不对？看这个多丑，丑不拉几，只有功能。我们学资讯的人就是这样，只要功能出来，哦啊、美观都不管。但是学美术的不一样，加了 A 进去，那个 R 的进去不一样。这一本是蛮大本的电子书，大概有它是用木板做的、哦、有六片，那大小大概是30公分，一尺乘一尺的见方。然后它六片放在一起，它里面他们有六个小朋友合作，然后每一个人就是一边画那个。艺术家的作品，一方面就是那个艺术家的介绍，然后呢，他们在每一面的中间，他粘了那个光敏电阻，所以换句话说，你翻到哪一面，那一面的光敏电阻收到的光线是不是最亮？对嘛？啊，其他被盖掉的就盖住了、啊，光敏电阻的那个光线就很弱，对不对？所以电脑知道他翻到哪一页。那他们在电脑上做什么呢？电脑做多媒体动画的解说，那他就会有一个实体的电子、实体的那个可以翻页的木头的书，再加上电脑的多媒体的动画解说。我跟他们说哈、哦，你们可以去博物馆包工程的，好、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哦，哎、啊，而且又是美术班的，所以他画出来的作品真的很棒。好，是实体跟真实结合。然后这小朋友去那个跟爸爸去散步，捡了一个漂流木。
然后他就把它用铝线绕成绕在上面，然后做成按钮，然后一样射到 Arduino 里面，就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还可以切换乐器，好，然后就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一个乐器，好，然后再来更进阶，三只小猪各位都听过那个故事，对。然后也看过电脑的多媒体，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玩过实体可以动的三只小猪的故事？应该没有，对不对？好，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大门上面，他就一样做了三个屋子哈。啊，这个真的是稻草哈，这个是用那个木那个冰棒棍，所以也算是木头的。这个是用那个瓷砖贴的三个屋子，然后在你们大门的前面，他埋。粘了一个麦克风感测器，麦克风是侦测声音，对不对？但是你吹气，它一样有反应，所以感测器不一定只限定它的单一用途，请各位要发挥想象力，这样知道吗？所以吹气它会有反应，知道数字会改变哈。然后他们在屋顶这边粘了一个舵机，这个舵机是可以转指定角度的舵机，好，那所以。当随着故事的进行，小那个野狼走到茅草屋前面，他就故事就会停下来干嘛？等你去吹屋子啊，所以你就要很大力的去吹那个大门啊。如果你吹得够大力，那个麦克风收到的数值够大，它就会启动舵机把屋顶掀开。好，这样有没有感觉？很有 feel 对不对？告诉你那一天比赛那一天更好笑，这个。他们那个茅草屋上面那个舵机没有锁好，螺丝快掉了。因为不是没锁好，是因为已经玩到快掉了。刚好评审来评审的时候，在 demo 的时候，那个屋顶一掀哈，螺丝就掉了，屋顶就飞到隔壁台，所以效果特别的好。那、啊、就不到第二年就赚到了。好，然后后来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他们做大型的装置艺术，这个的大小大概有一公尺大，它是一个瓢虫时钟，然后这两边就是舵机，好，舵机刚刚可以讲，可以讲可以那个转到指定角度嘛，哈，那所以它很简单，因为 Squish 它可以抓系统时间 ，Squish 2第二版的可以抓电脑系统时间，那所以它就抓那个系统的时间，换算成舵机要转的角度。然后就直接去让舵机啊、哦，用那个铁丝缠绕，上面还放个弹珠，所以它的指针很有艺术感啊、哦，就顺着现在的时间就开始在走，啊、哦，这是可以放在校园的大型装置艺术，是一个真正的时钟，可以走的时钟。好，那这个是混搭的作品，这边这一块是 Arduino， 这边有一块 Makey。那刚刚讲 Makey，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导电的东西它就能够。当作按钮，所以我们这边弄了七根铁丝，这不是琴弦，这是铁丝哈、哦。那你看我这没有 A 的哈、哦，没有 Arc 的就很丑哈、哦，没有关系。好，那所以这七个铁丝就可以弹不同的七个音阶，然后这边六个光敏电阻，我们把它设定成升 key 跟降 key。所以会总共七个音阶，加上升 key 跟降 key， 总共可以弹21个音。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切换乐器。那各位知道 Squish 里面有几种乐器可以切换吗？不知道，128种。所以这一支不只是吉他，你知道吗？只要乐团里面看得到的乐器，这一支都弹得出来。好，所以这就神奇了哈。然后后面哈，最后面我还加了一个那个。节奏就是蹦恰恰蹦恰恰，好，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当没人拍手的时候，我自己拍手。好，那这个网络上我都有放影片，然后各位有机会可以上去 YouTube 找一下我的名字，可以看得到。好，那这是一个多功能的水管时钟哈，那、啊、这个比较，各位可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因为我们看过那个艺术台灯，好，现在很流行工业风的艺术台灯，那个一支都要好几千块，好，那我们就结合那个艺术的感觉，再加上我们的 Squish 去控制它，所以做了好几种模式，
的这个台灯，然后又有艺术的感觉啊。当然这个看起来比较丑一点。好，然后这个是大型的计分板。好，我们在运动会的时候都以前都用黑板，然后拿那个粉笔去写。那后来我们做了这个大型的计分板，它是用灯条，那灯条很亮，好，而且如果你用防水的灯条的话，雨天可以用。好，那我们就是用气乱显示器的原理去显示数字。那所以只要有灯条，那个运动会那个分数就很明显。好啊，那除了可以计数以外，也可以计分数，也可以算那个秒数倒数计时，好，也可以算经过的人数。啊，前面用那个红外线感测器，就可以用算经过的人数哈。所以这个也是很好运用的。然后好，这个之后再提了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先到这边，好，早上先到这边，画面还给各位。好，那我们十二点可以用餐了。我们下午会讲那个输入，好，输入的部分。好，那一旦输入基本的输入都 OK 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创作跟应用了。